去的，这款电动的出行有两难事。首先呢，我们如何调节它的扭矩值？扭矩值呢，扭矩值分两种，一个是快速调节，一个是慢速调节。然后旋转旋钮，顺时针旋转旋钮是扭矩增加，然后逆时针旋转旋钮是扭矩减小，快速调节是按它的曲